近日一段爆笑的影片疯传，有个女游客和动物园的明星动物红毛猩猩影相的时候，红毛猩猩突然色心大起，由后面红袍女游客还用双手搓她的胸部，甚至还做出强吻的动作啊。这只猩猩一路摸还露出了魔性的笑样，影片曝光至今已经吸引过万人看了，不少网友都被这只红毛猩猩的行为笑死，留言说放开个女仔啊。其实过去都有不少的女游客在和红毛猩猩影相的时候被摸胸，有网友就发现，其实摸女游客胸部的红毛猩猩可能是被训练过的，知道要做啲咁嘅动作先可以吸引游客上门，亦都因为咁喺网上引发咗论战。